当初我记得我老婆她要生的时候因为什么巧克力囊肿的很久一段时间没有怀孕。今天这个主题我也很想跟我的小孩说啊，臭把亏你，我谢谢你们。我谢谢你们当爸爸的小孩。可以当你们的爸爸，我好幸福啊！我们有帮所有小朋友做一个小蛋糕，哦呦！然后祝所有小朋友呢周岁生日快乐，有心。祝你生日快乐，祝你们生日快乐，先喊祝你生日快乐，好，今天生日醒了吗？一二三，今天这一天会是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天，因为刚好被分配到抓周的那一个司仪，所以我希望可以讲一些，很让他们觉得很被祝福的话，然后那个祝福的话可以成真，然后跟着他们一辈子，好一辈子小朋友健健康康，这样。当初我记得。我老婆她要生的时候因为什么巧克力囊肿的很久一段时间没有怀孕，那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讲说，老公，今天有一只鸟飞到我们家，然后我就抱着它转圈圈，这样我知道那是一只送子鸟。今天这个主题我也很想跟我的小孩说啊，臭把亏你，我谢谢你们。我谢谢你们当爸爸的小孩。可以当你们的爸爸，我好幸福啊！